祖国际观光文化节。这到丰年祭的时候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大熔炉的感觉啊。对，而且当听到那个阿里山，大家会想到阿里山上就是有一个族叫做周族。周族哦，都会周族的服装、阿美族的服装、布农族的服装，都是把我们泰雅的一些元素呢放在我们的这个部落的服装当中，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